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Welcome back, Upper Intermediate Learners. This is Chinese Pod, and I'm John. 大家好，我是Jenny。 So Jenny, we're continuing a series today, right? 对，我们继续装修系列。OK，那今天我们装修的目的是？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下房子里面水电方面的工作。Okay, so plumbing and wiring, 是吧？ 对，那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所以呢，通常我们都会请一个水电工来帮我们弄。那这个人有点像一个 contractor, 是吗？ 是的。 然后他负责你家的水电。OK，很简单。是。那在上一集里呢，我们听到了这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在谈要怎么利用空间。啊，OK，还有地板是吧？对，铺地板什么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他们家水电方面的事情。All right, let's do it. Lagong, 水电工来了。 你跟他谈一下我们的方案。哎，好的。这是我们的设计图纸。哎呦，我的妈呀，老板，你画的这是什么啊？第一次画比较乱，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我。厨房这里有个问题，灶台怎么不在抽油烟机下面？如果放在正下方的话，微波炉和电饭煲就没地方放了，我们的台面比较小。 那抽油烟机的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你还是个开放式厨房。我们打算不用欧式的，买国产的，功率大。其实都差不多的。这样吧，在吊厨的下面做个架子，电饭煲放在台面上，微波炉就放在架子上。哎，好办法，还是你们有经验。哦，对了，师傅，你看在餐厅这里增加一个插座可以吗？以后用电炉吃火锅的话比较方便。可以。 现在还没开始布线，我觉得不好，会影响餐厅的整体感觉。到时候接插线板就好了吗？这样，我帮你们把插座装在有窗户的这面墙上，平时窗帘垂下来，插座也就看不到了。哎呀，师傅，你可真有法子。那卫生间你们打算用连体马桶还是分体的？连体的。那淋浴房的位置要改一下，因为连体马桶长一点。 淋浴房的门开起来会不方便。哦，好的，过会儿我们重新算一下淋浴房的尺寸。行，就这样吧，有问题再说，明天开始开槽布线。John， 在西方好像现在喜欢自己设计装修房子的人也很多啊。对啊，很多的。那希望这个系列也受到你们的欢迎，对你们有用。对啊。 那装修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应该是一个 plan，但是计划呢？ 计划也是一个 plan，可是方案和计划他们强调的方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方案强调的是具体的要怎么做。怎么做？那计划强调的是什么时间做什么。OK， 有点像一个什么时间表。对。但是方案有什么？ 设计图，对，通常都会有一个设计图纸。Diagrams 什么的。对，设计图纸。图纸。为什么要加一个纸呢？就表明真的是在一张纸上。OK。不是在你的电脑上。OK，明白了。对，图纸其实是一个词。常常用在设计方面。So it's a design on paper. 对，有一张图纸。 Or diagram. 好，那今天谈到水电嘛，家里呢通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厨房里面水电的问题。在厨房，我们烧菜的时候需要一个灶台。那这个灶台是什么？灶台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东西，通常在中国是用煤气的，你一开就有火，然后你就可以炒菜。OK，so it's the range, the gas range or the stove. 对，就是灶台。 OK， 那在灶台的上面呢，我们通常会装一个抽油烟机。抽油烟机。So it's an exhaust fan that specifically collects the oily smoke. 对，油烟，把油烟抽出去，就是抽油烟机。
那么灶台呢，最好在抽油烟机的正下方，正下方。So directly underneath. 嗯，是的。那可以说正下面吗？哦，不可以。首先这个正，它的意思就是正正好好就在下面。Precisely. 对，那通常跟这个正一起搭配的时候，我们要用方，不能用面。比如说正前方。嗯 ,OK。不可以说正前面。OK, 嗯，正下方，对，正上方，正下方，正前方。 OK, 那厨房里面啊还有台面，对吧？还有台面，这个面就是面积是吗？对，台就是台子，或者刚刚那个灶台的台。 OK, so counter space, counter area, 对，台面啊，装修过的朋友就知道现在台面很贵的。对啊，没错。嗯，那我发现这个想要装修的人啊，这个男人他的想法很奇怪，他不太聪明是吧？对，他没有把灶台放在抽油烟机的下面，这样抽油烟机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就是不好了是吗？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对，为什么说效果不明显而不是说效果不好呢？因为说效果不明显比较委婉，比较客气啊。 OK, 那这个水电工 contractor 嘛，就是人家付钱给他，所以他也不能太直接，不能太 critical。 对，其实他想的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对的，但是又不能打击他这个老板的热情。 OK, 懂了。好，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抽油烟机的效果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做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厨房是连在一起的。OK, 没有门是吧？对，当中没有门。So open style kitchen. 对，开放式厨房。在中国现在很流行是吧？哎，年轻人会很喜欢，这样就感觉整个房间，整个空间比较大。嗯。那如果你要做开放式的厨房的话呢，就要买一个功率大的抽油烟机。功率大。那么这个功率是什么东西？功率呢，就是形容电器，就是它的力量非常大。So it's the power.对 of the appliance. 对，那功率越大通常效果越好，但是呢用电也会比较多。嗯，明白。功率好。厨房里面的这些电器啊机器看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家具，就是吊厨。吊厨，吊厨是什么东西？厨就是厨子，对吧？你放东西的。 So that's like a cabinet. 对，那吊呢说的就是吊在上面的。So it's like hanging down. 对。So it's the kind of cabinets that are installed in the wall. 是的。And they have space under them on the counter. 哎，没错，这就是吊厨，吊厨。那今天这个房子它的设计非常利用空间，对吧？对。在吊厨的下面做个架子，然后把微波炉就放在这个架子上。All right, hold on, let me see if I can get this straight. It's not that the rack is under the cabinet, it's actually hanging from the cabinet? 就是连在一起的 attached.Okay, attached to the cabinet, and then the microwave is on that little rack. 对。Hanging from the bottom of the cabinet. 对，其实现在在中国很多人这样做，但我就不太敢，我怕哪一天微波炉嘣掉下来。我们家就是这样啊。哦，对，怪不得，怪不得我想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很好啊，这个方法。这样的家就是这样的。还没有掉下来是吗？还没有。哦，好。诶，那说到家里水电这方面的工程呢，说说电方面的啊，插座，插座。那插座就是一个 outlet, 一个 plug。对，在墙上的，你插一个插头进去。啊哈。嗯，那他们想在餐厅里加一个插座，这样呢就可以用电炉吃火锅。OK, 那这个电炉 it's like a hot plate, an electric hot plate? 对，就是一个方方的，用电。上面你可以放一个锅子。OK, 那这里要注意，电炉不是电驴。驴 donkey。对，所以电驴 is e-mule. If you know what that is, 电炉 is hot plate. 对，电炉不是电驴。OK, 那水电工呢，今天就在帮他们安排，帮他们设计怎样布线。布线。那这个布是什么？这个布就是安排的意思。OK, 那线就是电线。对，或者线路。OK, so they're laying down the wiring, 是吗？对，这个就是布线，布线要决定怎么来安排这些线。OK, 嗯，
那在布线的时候呢，当然使用方便是最重要的，对对，但是这个美观好不好看也很重要。对啊，插座哪里比较好看是吧？对，那今天水电工就建议他们把插座装在有窗户的这面墙上，这样的话呢，平时窗帘垂下来就可以遮住插座。那这个垂下来 the curtains hang down 是吧？对，垂下来。那除了窗帘垂下来，我们也可以说柳树，就是那个 willow、uh-huh. 它的是叫 branch 对吗？对，枝条是垂下来的、OK， 还有什么可以垂下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开玩笑说一个人的皮肤就老了吗，脸都垂下来了。OK， so anyway， they're putting the outlet under the window because the curtains will hang down and cover it so it won't be ugly， 是吗？嗯，对啊，这个水电工真有法子，设计的真不错。有法子，有法子。那这里的法呢，其实是办法的法、uh-huh, 第三声是吧？对，可是在这个词，在这个说法里面，我们念法，第二声，有法子。 OK， so you don't say 有法子。嗯，不行，我们要说有法子，意思就是你很有办法，很有本事啊。OK， 那你也可以说，哎，我没法子了，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 OK， 常用吗？嗯，挺常用的。 OK， 好，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电方面、线路方面的事情，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水这方面，就是在卫生间啊，马桶是吧？嗯，那马桶呢有两个种类，一种是连体马桶，还有一种是分体马桶。So literally that's like joined body toilet and separated body toilet, 是吗？对。So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toilet tank that holds the water. 是的，那现在绝大部分的人都会买连体马桶。比较现代是吧？对，就是它整个看起来很流线型，很漂亮、uh-huh. 那分体马桶是比较老式的。 OK、那在中国其实现在的房子都比较小、mm-hmm. 所以通常呢，你这个卫生间啊，马桶和淋浴房放在哪里真的要好好计算、不然你一开门可能就会碰到马桶、对、uh-huh.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说到淋浴房的尺寸要算得非常准。这个尺寸不只是衣服是吗？哦，不一定的，尺寸也可以说比我们这里淋浴房、uh-huh. 或者其他的家具啊，还有什么机器啊，都可以说尺寸。 OK， 它指的就是一个比较确切的大小 measurement。 OK， 那么最后这个师傅还提了这个开槽布线。哦，对，开槽布线。那布线我们知道了，但是开槽呢？那开槽的意思就是在墙上挖一些或者打一些那种槽，槽就是长长的一条、凹进去的。 OK, so the walls are made of concrete. It's not like in the States、So in order to lay down the wiring in the home, you actually have to chisel out a path in the wall in the concrete. 对，那这个是槽是吗？对的，这种就是槽。槽是名词是吗？对，是一个名词，他说的就是细细长长的一条凹进去的东西。 OK, so usually you cut out a path in the concrete, then you lay down like PCP pipe and you put the wires in that. 对。 And then you cement it back over. 对，再把它这个 conceal 遮起来。 All right, dialogue one more time.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Lao Gong, 水电工来了，你跟他谈一下我们的方案。哎，好的。这是我们的设计图纸。哎呦，我的妈呀，老板，你画的这是什么啊？第一次画比较乱，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我。厨房这里有个问题，灶台怎么不在抽油烟机下面？
如果放在正下方的话，微波炉和电饭煲就没地方放了，我们的台面比较小，那抽油烟机的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你还是个开放式厨房，我们打算不用欧式的，买国产的，功率大，其实都差不多的。这样吧，在吊厨的下面做个架子，电饭煲放在台面上，微波炉就放在架子上。哎，好办法，还是你们有经验。哦对了，师傅，你看在餐厅这里增加一个插座可以吗？以后用电炉吃火锅的话比较方便。可以，现在还没开始布线。我觉得不好，会影响餐厅的整体感觉，到时候接插线板就好了嘛。这样，我帮你们把插座装在有窗户的这面墙上，平时窗帘垂下来，插座也就看不到了。哎呀，师傅，你可真有法子。那卫生间你们打算用连体马桶还是分体的？连体的。那淋浴房的位置要改一下，因为连体马桶长一点，淋浴房的门开起来会不方便。哦，好的，过会儿我们重新算一下淋浴房的尺寸。行，就这样吧，有问题再说，明天开始开槽布线。在中国装修房子的话，在美国真的不一样。在美国你们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装修，对吧？对，这些什么开槽布线我们都不用做。嗯，在中国什么都要自己来，还有什么厕所要放哪里，对，这些都不用做啊。其实在中国也不是你真的自己来了，就是你都会有一个 contract worker， 但是你还是要担心他会不会做好。那肯定的，所以在中国呢，装修完房子以后你也会变成一个专家。嗯，没错，就这方面你肯定自己要做功课， 要去研究，要懂一点的。不然风险太大了。对啊，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买房子装修完以后，他的爸爸妈妈变成了专家，因为都是他爸妈帮他弄。嗯，好的，那这个系列呢还会继续，那除了说到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说就是这两个人之间感情上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矛盾。对，因为装修的时候是最容易吵架的时候。没错。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都欢迎你到 ChinesePod.com。 Alright, we'll see you on the website. 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352.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352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352.